主祁，主佛期的法师，法贵居士是否如法？啊，这是主祁和尚在佛期当中啊，处罚居士，罚他跪。第二个呢，一个愿法，一个愿哀，能好吗？ 这个无可厚非吧？不要受了罚之后啊，去按铃告状打官司就不好了，那就破坏佛法的形象了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念佛堂里面的规矩啊，这是这个主祁和尚呢，应当跟念佛的同修啊，预先要说明。 啊，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，如果大家不同意，法规呀，你就不能用这条。啊，如果大家同意嘛，那就是愿意挨罚嘛，那还有什么话好讲呢？是不是？